大家好，我是 Kevin 老师。3月21号星期四早上9点半 Kevin 老师有开一个新的线上五十音课程哦，欢迎各位同学来报名。那报名的相关资讯 Kevin 老师已经放在影片的下方，有没有看到影片的下方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字写着更多内容，按下去就可以看到 Kevin 老师留在影片下面的相关资讯哦。点选之后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下面是不是有 Kevin 老师的相关的说明资料在下面，下面有个蓝色的一条英文字就是下单连结咯，或者是在我的脸书不认真日文学习社里面相关资讯都有。那要怎么样来参加 Kevin 老师这个课程呢？首先我会有2个月免费课程提供给各位体验，那只要你购买 Kevin 老师所编制的教材，然后购买之后请记得通知 Kevin 老师，我就会邀请你加入我的上课群组。那这个课程呢有几个特点，好，一一跟各位介绍。首先第一个，在你没有任何日文基础情况下来上课，第一堂课10到15分钟左右 ，Kevin 老师就可以让你开口讲日文哦，而且这个日文是不容易忘记，而且去日本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再来第二个，在我们学习初学者学习日文的初阶的时候，对于平假名、片假名是非常头痛的，今天学的明天忘了。那在这个课堂当中，我会教你如何用轻松而且不用很认真的方式就可以把平假名记起来了，尤其是片假名是同学们学日文的一个大罩门，我可以教你技巧如何克服它。再来一点， Kevin 老师会在课堂上教你如何用日文如何打字，用手机来打日文字，它并不需要学很久，只要第一堂课或第二堂课就可以办到了哦。好的，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请跟 Kevin 老师联络，或者是下单之后请通知我，那所有资讯都放在脸书及影片下方的说明栏。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3月21号星期四早上9点半见面咯。 OK， 拜拜。Artlist.io